女星薛凯琪拥有亮眼的外形，早前以歌手身份出道，随后更跨足影视圈晋升为电影咖。今年41岁，她常常在社群平台分享日常。不过在她发出的最新一组照片中却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。只见照片中的她绑起一头咖啡色卷发，发色格外凸显出她的白皙肌肤，眼睛周围还画上了一圈黑色眼影，睁着大眼盯着镜头，与她平时的甜美风格有所差距。没想到尝试新风格的她，近来网友严厉批评，指责她变得面目全非，还有人留言直指她是妖孽，并贴出佛像的图片驱邪，甚至有人说他以前的清纯样貌完全消失了。不过部分支持他粉丝也真诚希望他能够保持原本的样貌，因为他原本就很漂亮，不需要再做改变啦。